大家好，这是牛木拉。格子说这几个做红糖发糕嘞，这几个专家啥呀？糕点师。先泡点红糖，就搁这吧。这个温水可得看呗。红糖发糕是。把这边吗？好。把那个鸡蛋还悬呢，得弄点发酵粉一块搅。我就是打的糊，就跟人家就跟人家做鸡蛋糕那样，打成那样的。你这你叫给蛋呀，要不然我先弄水少一点儿。这边一直搅啊，搅一会儿了，给它盖上盖儿，叫它发酵，发酵一会儿了，再打打它就可以上锅蒸了。来搅吧，给搅，搅主要是叫它搅的没有干儿。这个你动手，我动手。好，我来指挥，你来做。好了，终于能干上盖儿了，干上盖儿发酵。好，行，那领导分配。叫咱领导拿过来。去脏户。好。给孩子装的。炸。这算不算发好了？发好了，搅搅搅搅，叫它搅搅塌下去，就跟你刚才的差不多。啊，搅块儿啊！哎，再往里头挖点。羊串够了吧？好，这个不知道蒸起来蒸不起来，这个少弄点糟吧。你说蒸出来会不会成蘑菇形状，容易漫出来？它咋蒸成管它啥形状都无所谓。人过来要玩前面的事儿，要玩的。就不一样味了，就是到家。干嘛？哇！老祖先天！你就是这一模样有点太他就是蒸的吃着牙就要笑口常开啊，不用挖，你看出来了，那是个蒸豆丸子。你还真啥等着呢，窝窝。红糖发糕，窝窝，看着给那点窝窝呀哈。
比我的材料要全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可虚可虚的。这就跟那说方言窝窝的。看到镜子没？怎么能这个样啊？这不发财？挪呀！那面说。脑子不多，你不能让嘴少了，对不对？这不发财，光看这儿呢，呲牙咧嘴，你看。嗯，少。我要烧木发菜，嗯，要成个皮儿了。嗯，给你加点椒片，稍微。俩的，手艺一绝。嗯。你看，这师傅搁这儿嘞，谁叫他叫吃？快点，快点。